台北市有一位专卖大肠煎的阿兵老板，多年来呢，他都坚持像这样子手工制作。这个食材用的是黑猪的大肠，再灌入单纯调味的糯米馅料，做出来的大肠煎特别的香又 Q。很多老客人呢，一吃哦就超过了30年，还有大陆官员到台湾也都点名了，就是必吃这一种台湾的古早味。那么这份美味呢，让早年的小摊贩现在呢都已经进驻到黄金店面了，也成功的把台味小吃发扬光大。大肠煎哦，咱这肠啊有迄古早味的，爱食起来哦，口感比较好安尼。热腾腾的蒸汽带出香喷喷的糯米大肠香，到了中午用餐时刻，客人满座，全都是冲着大肠煎而来。台湾蛮道地的一个小吃，很清爽，不会很油腻，还蛮好吃的。我从美国回来，那我妹妹就带我来这边吃，那我觉得蛮像以前妈妈的味道，还不错，很 Q 啊，然后那个米粒都很均匀，然后味道也蛮香的啦。浓郁的大肠香或者糯米 Q， 再淋上特制的香蒜油膏，现在又在台北市店面里吃到这份老板自己手工做的古早味，已经是少之又少。我们的妈妈以前时常做，那我们就是吃习惯啦。来到台北都好像没吃过这样那么道地的我们的家乡味啊。64岁的阿兵老板做大肠煎已经有35年历史。当年因为没有冰箱，所以大肠做好都要用煎的来保存，所以叫做大肠煎。因为用料实在，就靠着这份明星商品开启分店，甚至是一连3个的黄金店面。吃大肠煎同时，还可以配上台味料理，从炸的酥脆的红烧肉到特制香肠，还有粉干、鲨鱼烟，应有尽有。但其实最早他还只是个在林森北路太阳城一带的小摊贩，午夜才点灯做生意。当时除了卖大肠煎，还有猪血汤，吸引的全是刚表演完的艺人。明星很多，以前太多了，我记不得。哎，阿张飞拢爱讲笑话啦。哎，大肠煎哦，跟一条较长咧，较大条咧。我永远拢爱去吃咧安尼啊。我以前那时候还很年轻啦，以前咪拢穿一件啊，我以前拢穿一件卡其衫。拢排成啊，卡邦啥安尼啊，我有一个印象。但任凭时空转变，大肠煎的做法味道依旧不取巧。像是肠衣，许多业者为求速成，都用冷冻外销的产品，而他们坚持使用温体黑猪的大肠。哎，买也未使，啊，像大块也未使，用一袋啊，关起来。所以每天光是大肠内内外外翻洗就要耗费1个小时以上，不过肠道的鲜度甜度就和冷冻的相差18000里，用的米也是大有学问，要新旧米掺杂，因为新米具有嚼劲，搭配旧米的软 Q 刚好相得益彰。古早时阵我拢家己煮家己食，拜拜时阵啦，我都对这有兴趣啦。啊，古早时阵我妈妈安怎做呢？啊！来台北，本来咧卖水果，啊，到尾一条水果无卖，来都做大肠煎的呢。阿兵是彰化人，南部的传统做法都喜欢在糯米里加花生，所以大肠煎也不例外。煮到软烂的宜兰花生粒粒饱满，就和进米粒里，调味也是相当简单，油葱外就是胡椒粉。一定要掺胡椒，伊才会香头，啊才会好吃。你若无掺胡椒，这大肠煎煮起来，无口感，一定无好食，食啊未煞嘴，安尼。哦，咱古早白肉粽，那是同款爱胡椒，爱落去炒。阿兵说，米和大肠都有自然甜度，因此不用再加味精和糖。几个兄弟姐妹中，也只有他学到母亲的手艺。直到母亲说了个赞字，也才越做越有信心。除了客人喜欢外，甚至成为家族的伴手礼。我引领了。我弟弟的老婆很喜欢吃啊，有时候回来，大伯啊，你啊回来哦，啊你大肠煎都关几条回来啊，我会啦会啦，安尼，我捌一摆吼坐火车，放一车底袂记挂落来。阿兵的儿子当起牧师，因此厨房的工作就交给女儿，但基于使命感，他还是喜欢下厨，做料理的美美嘎嘎就在过程中一点一滴分享给大家。秘诀，不怕大家就去。
选去。我紧啦，我今年六十四岁啊，你饿啦，我紧，安尼较好啦，安尼较袂断气啦，啊无以后大家拢袂晓存。的糯米肠究竟是怎么放进肠子里呢？关键就是让糯米馅料泡在水里面，然后用像是灌浆做法灌进大肠里。伤重吼，会断掉去啦，米会破啦，会破去，内底会破，未使伤重啦，啊，底底啊，安尼较好啦。灌大肠的诀窍在于熟能生巧，一手紧抓着大肠头，另一端就透过漏斗将和着水的糯米馅料灌进大肠里，倒的分量要刚好，否则容易爆浆，然后就要立刻放进滚烫的水里。每天现煮现卖的大肠煎，做到这一步骤就像是体力大考验，动作既要快，还要利落。啊，这那个袂使甲因爸比啊啦，因爸一天啊，啊要卖200斤啊，真快，这那生意较差啦，皆作歹啦，这那阿爸的过都袂歹啊。一大锅大肠在煮的时候香气逼人，食材够不够新鲜，是不是手工制作的，一看就知道。慢慢的火，慢慢的去滚，滚到50分了。啊，为了大锅，为了小锅，因为这个物件长啊，大细条啦，就这块切到较大，安尼，啊，为了较细安尼。他说也曾经想过用机器来做，只是大肠有粗有细，长短又不同，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纯手工，但也因此创造了美味，逆转了乡下小孩的际遇。我跟你讲，做什么代志哦，要有心啦，有心就拢会成功啦。哦，啊，你就爱做啥代志都爱有忍耐心啦，因为做这本来就足艰苦的。对哦，这款的行业现在大家少年拢无人要做，对哦，拢你看我拢请无人，我一个64岁，你看安尼做，人话较好命拢退休啊。吃苦耐劳又勤奋学习，可以说是阿兵的写实人生。年过50，想透过参选里长铺退休路，因此又重返校园，念起国中补校。58岁时取得餐饮管理科文凭，念了书，开了眼界。原本保守的阿兵一度一年开启3家分店，积极作为让小孩们都大吃一惊，还因此吸引市长书记亲临品尝。即使现在已经64岁，还为了挑选水果而奔波。哦，我拢3-4点都去三点播大菜市啊播，我拢出蛮多外仔。哎呢，有只载两抓，一抓拢载100几斤，按两抓都200-300斤啊，水果拢真有重啊。40年前北上打拼就是从卖水果开始，如今大肠煎有了知名度，这两年又整装出发，拿出挑选水果的看家本领，卖起水果和果汁。在他店里吃到的水果都是又大又漂亮，这时候什么水果最好吃，也都有独到见解。较结实，较好吃。安尼，我食你看外边哦，熟散的，我无看，好好吃。小孩很反对阿兵年纪这么大还要开水果行，不过他说吃苦把他当作吃补，天天保持身体劳动，也才远离老人痴呆。这份转念让美味延续不断。